2016年，探险队在新疆罗布泊无意间发现了这具侧身仰面躺卧、早已风干的男子干尸。后来报警后，警方根据他身上的遗物发现了他惊人的身份。原来他是失踪了58年之久的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。那这位远赴朝鲜作战的英雄，又是为何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神秘罗布泊呢？在他被黄沙吞噬生命的那天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当时民警赶往现场勘查后，发现这具干尸双腿蜷缩，侧身仰望着天空。由于长时间的风沙侵蚀，他身上的军装早已风化破损严重，只有小腿上紧紧缠绕的绷带和一双鞋子清晰可见。随后，在他的身上，民警发现了大量的遗物：一个军用防风镜、手电筒、一些信件，还有一封1960年9月份的《洛阳日报》。根据这些线索，警方断定这名男子当年可能在罗布泊执行一项秘密任务，但最终估计因为迷失方向，将生命永远的留在了此地。后来，法医根据这份报纸中1960年9月的日期和还未风化的尸骨判定，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960年的12月份到61年6月份之间。在这一堆未发出的信件之中，警方发现这名男子名叫李忠，来自四川的巴中地区。紧接着，通过男子尸骨的 DNA 匹配鉴定，警方也找到了现存于是他的四川巴中的家属。从此揭开了一段尘封了58年之久的英雄故事。原来死者李忠华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时还荣获了2等功勋章。1958年，在一次战争中小腿受伤，从朝鲜前线退回到家乡，亲人介绍和一名女子结婚，生育了2个女儿。但就在一次深夜里，李忠华悄然无声的失踪了，没有给任何亲戚朋友留下一点消息。就这样，妻子独自带着2个孩子苦苦寻找了50多年。警方根据李忠华的遗物判定，当年的他被国家召集来到新疆罗布泊执行那道秘密任务，而这项任务就是研究核试验计划。当年随同李忠华在内的上万名士兵和邓稼先在内的许多工程师们，都是秘密前往罗布泊，没有给任何家人留下消息，以免走漏风声，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制裁打击。当年的这项任务是在生命的禁区罗布泊进行试验的，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天气极其恶劣。李忠华可能因为朝鲜战争中小腿受过伤害，因此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掉队，最终因水源和食物用尽，葬身于茫茫沙海之中。后来，警察把离别了家乡58年的李忠华尸骨送回到了他的老家，同时这也了却了苦苦寻找到了多年的妻子的心愿。从抗美援朝再到罗布泊执行秘密任务，正是像李忠华这样的先辈们，用他们的一生创造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。让我们致敬这位伟大的英雄先烈吧。